我们最后一期节目是七月直播，你们是6月23号，是你们结束最后的一天。在这里其实我还是需要以节目组的角度跟你们每个人确认一下，如果这期在这个竞演的舞台当中存活下来了，你们会不会继续以火箭少女101的名义，继续在炙热的我们这个舞台上继续？这问题一定要回答吗？可以以违规女孩的名义，违规 girl。 介绍一下你的违规女孩。我们的群名因为我们十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个性，我们不循规蹈矩。十一个人呢刚好来到就是聚在了一起，然后一刚开始一起在磨合的过期中，其实我们十一个人都挺叛逆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哎那就改了一个名字吧，违规女孩这样。我会觉得来参加炙热这个节目，让我们火箭让大家都可以去分工合作，然后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有人负责舞台，有人负责音乐这样，然后也是就是一次一次的这样子的合作，让我发觉就是火箭的成员原来大家还有很多隐藏的这种技能和才华。就因为其实我们两年以来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大家看到火箭有这么多样子和不同的面，可能性，对，还有可能性。刘月，啊，刘月，听听你说呢？那第一期你来的时候，其他的所有的团员都说，哎呀，他要成仙了，他现在能编舞，能说 rap， 对，有时候还会吐槽我怎么学那么慢，哎呀，还错边儿，对，你怎么记不住动作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给充裕的话，准备一个舞台其实还是有挺多乐趣在里面的。然后我一开始我在想，哎，大家都夸我，播出的时候外界会不会对我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评价改观？结果发现并没有。有啊，我看到就是有一些人还是那样了，然后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些人也无所谓了，就是他不喜欢你，你再怎么摁头他都没有用的。就我觉得这两年其实你一直都有在变化，只是说那些因为不喜欢你的人再怎么样你不管做多好他们也不会喜欢，对，他们看不见其实 对，但是你去看那些爱你的人，他们真的觉得你进步很多。连我们自己在你身边的人我们都能可以看得出来说你的进步很大，所以不用去在乎。就有些观众他会在一些边角的地方拍一些你失误的地方，就是那个地方就根本没有人看到了，但是就是那一遍错了之后他就发出去了，可能只是其中一遍彩排或者在分动作的时候错了。对，可以说别在意，两年了我每次合体表演完之后都会被骂，但是 don't care，只在乎你在乎的人。还有人定义滑雪这件事情，他们说跳错动作就是滑雪，拜托，跳错动物失误和滑雪是两个概念，不要随便定义好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滑雪这是态度问题，跳错了那是业务问题，但是我态度能做女团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态度有问题的，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绝对不会放纵一个态度有问题的人成团的。但是我业务有问题，我知这个我自己知道，我再改。可以。太晚了，快解散了才开始有，怎么在我们快毕业的时候？太晚了。导演，你知道吗？我们的新歌。现在只有一次演出的机会，就是演唱会，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来多演一次，我们其实还挺愿意的。而且我们可以这样去想，这最后这四个舞台是咱们火箭真的意义上的最后四个舞台。也是很多东西当下我是反应不过来的，我会结束完了以后我才会觉得说，哦，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情感会慢慢出来，所以我就很感谢炙热的我们能有还有四个舞台给我们，我会去珍惜它。现在说的我都想哭，真的。坚强一点，我
们是以火箭少女101的名义来的，就算今天有可能毕业了，有可能大家都已经不在这个团了，我还是会以火箭这个名字来继续参加比赛，如果还能继续没有被淘汰的话。那我觉得如果站到了那个时候的话，我是觉得我自己还是会坚持的。我们既然来了，无论日期怎么样，我是觉得对火箭来说能有一场跟大家一起的舞台，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回忆，都想把它收藏。同上。火箭少女101这个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荣誉，不管是这场比赛赢了还是输了，只要是这个 title 它就是一个荣誉。所以的话我肯定会来。能参加这个节目是个奇迹，也没有想到就是在毕业之前还能拥有一个这种什么竞赛节目的这一种，而且还以一个团体，然后就感觉大家就是在这个节目大家也很快乐的在成长，虽然很累，对，然后把每一个舞台当做最好的最好的回忆。那最真实的每一天，不用彩色包装，每场喝咖都。我们这一场赢下来就有后面的舞台。对，先不说了，我们先把舞台做好吧。谢谢。欢迎各位。Oh yeah！ 炙热团魂即可释放，本节目由透心凉可释放的雪碧独家冠名播出。欢迎来到中国首档音乐团体竞演节目《炙热的我们》，我是炙热伙伴张大大，欢迎在座的各位。欢迎我们现场99位80、90、00后的评审们，还有本场特别评审80后年龄分区的唱作人孟楠，欢迎90后年龄分区的奇葩辩手前1931女团成员马建月 ，KPL 官方解说李九，以及全网最敢讲真话的娱乐 UP 主之一 VK 棒棒鸡，欢迎 VK， 够了，我看过他的讲解。今天正式进入团王资格战的赛段，在接下来的竞演当中，所有的团体都会向我们身后这个炙热王座发起冲击，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团王资格战大幕开启。赛制越来越残酷了，这样进行比赛，然后之后只留一个团成为团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蛮残忍的。本场我们将首次通过两轮竞演考核5支团体的音乐能力，今天首先要面临团王资格战的挑战是全开麦。